江美兰，你是不是子龙国中毕业的？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了？他认不出来了，他只是想跟你搭话而已吧？他是不是对你有兴趣啊？哎，怎么会？江美兰在女生中的确相当耀眼，可是秀雅接着进来之后，学长，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些话是我的失误，其实我另有喜欢的人了。啊，不小心的。你找茬吗？那这也是不小心。让开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 ，M2 亲子方超能奶昔，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，东森戏剧台。